29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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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李鹏同志的遗像。李鹏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，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。上午9:30许，习近平、Keqiang。栗战书。汪洋。王沪宁。赵乐际。韩正。王岐山、江泽民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李鹏同志的遗体前，肃立默哀，向李鹏同志的遗体三鞠躬，并与李鹏同志亲属一一握手，表示慰问。胡锦涛在外地送花圈，对李鹏同志逝世表示哀悼。李鹏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，习近平、李克强、栗战书、汪洋、王沪宁、赵乐际、韩正、王岐山、江泽民、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，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李鹏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，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。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，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。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，李鹏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，也前往送别。